早晨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我叫杨菲菲萨迪卡萨里。你有几多岁啊？我今年26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未结婚。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以前喺印尼做嘢两年。2023到2024。你在印尼照顾有多少人啊？在我老板屋企有4个人，先生、太太、仲两个13岁、仲4岁。哦，有两个小朋友啊！你点样照顾小朋友啊？我帮种粮，我帮种麦，我帮换尿片，我帮细佬换尿片，我帮做父母，我帮喂细路仔，我陪细佬学诗。我陪细佬，咁你识唔识得照顾 BB 啊？我识。你点样照顾 BB 啊？我帮 BB 做奶，我帮 BB 做粮，我帮 BB 换尿片，我帮 BB 备人奶。你又识唔识得照顾老人家啊？我识。你点样照顾老人家啊？我帮老人家做粮，我帮老人家去医院，我帮老人。我帮老人家食药。你识唔识得煮饭啊？我识。你识得煮啲乜嘢啊？正建议正蛋就再就翻翻嘅正蛋。好好唔好食啊？好食。好食啊！咁你系咪中意嚟香港噶？系。好，喺香港见，拜拜。拜拜，先生，唔该。